美軍驅逐艦麥凱恩號駛入南海，解放軍警告驅離。麥凱恩號星期五在西沙群島附近航行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說麥凱恩號此航挑戰中國大陸、台灣和越南對通過有關海域的違法限制，維護航行權利和自由，符合國際法。解放軍批評麥凱恩號擅闖中國西沙領海，肆意擾亂南海和平良好氛圍，以海空兩路跟蹤監視，警告驅離，強調中國對南海諸島和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。麥凱恩號前一日亦都駛經台海。